们进来之后呢，这边哈，我们可以在那个下面，好，下方这个地方，老师要打字哦。那他这边刚好有一个座号，你把座号往下填满就好，往下填满。然后这里呢，选择数列方式填满即可。好，在这里，这边打那个音，最各科最高分呐、啊，各科最高分，最高跟各科最低。一下低跑走，好，然后我打第二格，我故意的、哦，我等会解释为什么，因为我要加一个功能哈。然后呢，再来第三个的话是阴道人数、食道人数，就是跟人数有关的哈，阴道人数以及食道人数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来，那我们看一下，首先呢，老师现在在这一个储存格打，那如果我把它拉开，是变成这个储存格太宽了，在版面上不好看，所以呢，老师现在希望的是这两格呢可以合并。那两格合并的话呢，是右上角这边，右上角这里呢会有一个工具叫做合并储存格，就是可以合起来，就这一颗，它可以合并在一起，这个好合并跨栏之中啦，它是可以合在一起。但是呢，这跨栏之中功能呢，你不能够一起，你变成是两个一起，两个做一次，两个做一次。那如果你这整行全部都是，会太多，所以这时候呢，你可以到右上角。一般如果我们点跨栏之中的时候，它是确定它是整个只留下一格复原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这个是 Office 的2010后，就2010的新功能啊，有点久，但很少人知道。它里面藏了一个叫合并同列储存格，好好用。我每次打报价单我都要用它，因为下面如果有什么税金、运费，然后有没有小计等等的，然后一行一行的备注，如果我要把多行变成独立一行一行一行，我都用它，好好用。这个合并同列储存格一点，它们就合起来了。然后再对齐靠右边，看懂吗？它就一列一列的合，好，以前的跨栏至中变成是要一起的，好，所以这个注意一下。好，再来各科最高分就是最高，就是 MAX 嘛，所以呢，老师可以到右上角找最大值。好，那最大值你要检查，我说小一点哦，你要检查它是不是刚好满 ，Enter。好，我把最小值也做完，最小值，然后最小值它会连同上面的最大值也选到，所以记得重新框选即可。好，重新框选 Enter。好，那两个做完之后，我可以把这两个 一并哦，往右拉，填满时可以一起拉，知道吗？但是一定要出现细细的那一个十字架，好，一定要出现细细十字架。好，再往下，那这个就做完了，好，这是做完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阴道人数跟食道人数。阴道人数的意思是指实际要来的人的人名，对吧？那食道人数的部分就是你有来考试有分数的才叫食道人数。有听懂老师的意思吧？所以呢，来，我们要怎么办？这里就会学到的是一样右上角的这一个计算数字像素。那这个计算数字像素的意思是指 count， 可是呢，我们刚才在学习的时候 count 它也是有分的。这边 count 的话呢，你看它这里有写，老师有写两个，一个 count 它是吃素的，所以你给它的 data 它必须要是数值，不然它算不到，算不出来。然后 count A 跟我们的 average 一样，有 A 的就是吃五谷杂粮，除了空白，空白不计算之外，除了空白之外，其他都算。好，这注意一下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回来，这里之后呢，阴道人数我们要用的是 A 栏，所以呢，右上角，老师如果用的是 count， 选 A 栏的范围，同学答案会是什么？零，因为他找不到人，他叫做 count 是数值型资料。他只认得数值，这样有听懂吗？他只认得数值，所以他就错了，这样就错了。好，来，那这时候呢，记得你要给他的阴道人数呢，是用人名或座号，都要用 A， 你只要加个 A 给他就好了。A 好 ，Enter， 来，你看就变12位了，有听懂吗 ？Count 好 ，Count 函数要记得。好，那再来 ，Count 完成后，老师要向右拉，你要记得哦，这一栏是 A2 到 A13。当老师向右拉的时候，它会变 B2 B13， 再向右 C2 C13， 听懂吗？好，那当然以这个例子来看，我的英文分数刚刚好是都有来考试，所以你拉过来答案都会是12。可是如果啊，我这边来个缺，因为你向右拉的时候它会填满哦，文字也算了哦，缺它也会过，但不能空白，不能空白，所以这个例子往右拉都对。可是再更精准的说法是，我希望我向右拉的时候，它还是固定在 A2 跟 S3， 向右也是 A2 S3， 向右也是 A2 S3， 这样有听懂吗？好，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时候，来这里哦，框起来 ，OK F4， 全锁，老师用全锁的哦。那全锁的话，因为我这个例子啊，
好吗 ？F 4等一下，我的快捷键不理我。好，老师现在 F 4 Enter。这时候呢，我如果再往右拉的时候，它就会是 A， 就看上面 A2S3 这样看懂吗？我要学习如何把它们锁起来。好，来，最后十道人数就是中间这一排，有来考试的，有分数的才算，所以缺考试文字就不算。那一样的就是计算数字象次。好，这边框起来 ，Enter。它就会算出人数，好，那一样向右拉，它就会换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以此类推。好，所以下方这四个函数 ，OK 吗？有听懂吗？四个函数，老师给你们看一下语法。好，把公式的显示公式展开一下，来，好，要看语法的同学可以看一下，了解吗？所以它锁定这件事情，它其实会无所不在哦，也就是说你以后在用的时候，它会无所不在，这个要注意一下下。好，来，那换你们咯，练习一下。